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铃声，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铃声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系 ，Della 好，大家好。嗯，有时咧，啲朋友之间咧，有时可能咧就想开个玩笑啊，咁咧就细个就好中意噶啦，喺后边咧突然间咧啪啪你啊，嗌嗌你啊，咁啊吓吓你啊啲嘢咁样样噶。咁好多时咧，咁大家玩完咗开心嘻哈就算咗啦。咁但系咧，我知道有啲人咧就系咁样样，因为咁受到咁惊吓之下咧，佢哋咧即系都好持久性咧，即系都系平衡唔翻到啊，个心境上边咧都可能成日都有啲恐惧啊。啲嘢咁样，咁喺临床上边啊，我哋嘅同理疗法咧，又点样可以咧系帮到呢啲人，即系令到佢哋个心境可以回复翻咁样样咧？嗱，其实咧，惊吓咧，即系系指一啲人士目击啊，目睹啦，或者亲身经历嗰啲恐惧嘅或嘅恐怖或者恐惧嘅事件，或者喺个碰撞啦，系突然间撞车嗰啲咁样啦，地震啦。或者襲擊啊、打鬥嘅情況之下咧，差啲受傷或者死亡，咁而突然之間感覺到嗰種震驚同埋極度恐慌啊，即係一種經歷。我記得有個朋友咧，咁佢咧就係即係幫商場嗰啲係拍攝嘅，咁佢有一次咧喺商場拍攝咧，就目睹咧有個人咧係高處咧就跳落嚟，咁就睇住佢咧嘅嗰個頭破啲腦筍啲人都爆出嚟嘅，咁佢就驚咗一輪，即係因為呢種咁樣嘅。即系亲眼见到样咧，系令佢惊咗一轮嘅。咁我亦都有个病人咧，佢系因为咧系遇到地震、，OK 就埋咗落去嘅，埋咗几日。咁当然救翻嚟啦，救翻我哋喺翻埋嚟香港。佢好似喺巴基斯坦遇到呢个情况。咁翻嚟之后咧，就嗰种惊恐嗰种感觉咧系甩唔到嘅、啊、好啦，一般嘅症状咧，惊吓嘅症状咧就系、心跳加快啦。呼吸急速啦，或者过度换气啦，吓搏命大斗唞气啦，甚至乎休克啦、飙冷汗啦、震抖啊、腹泻啊，即系大便控制唔到啊，恶心、头晕，甚至可能直情昏晕咗啊，晕咗嘅。好啦，咁有啲咩并发症咧？咁当然咧，惊吓咧可能会长期或者反复地发作嘅。OK，、可能系由于持续嗰个身处于令人恐惧嘅事件中咧。啊、令佢或者咧，佢可能透过记忆咧，同埋嗰个噩梦咧，重新经历呢种事件嘅、啊、即系好多啲好、多啲军人 ，OK， 即系嗰啲我哋即系出现呢啲咁样嘅经历战争之后嗰种长期嗰种嘅恐慌 ，OK， 咁、经历过从以前体力过恐，佢都会成日会晕倒嘅，啊或者演变成惊慌症或者心脏病发作呢啲嘅嗰个。嗰、那个并发症都可以嘅 ，OK， 好啦，咁要留意啲咩咧？咁睇下啦，即系观察下啦，呢个人即系嗰个患者系咪真系好惊咧，受惊咧？佢脉搏系跳得好快啦，呼吸系咪急速咧，或者好浅 ？OK， 咁即系要观察下佢嘅。通常咧，我哋用个同类疗法嗰个疗剂咧，无论喺嗰啲急病咧，或者长期嘅咧，都好快嘅吓。咁、当然啦，我嘅经验咧，通常咧系处理一啲人咧。是一种长期性、啊、即是他不是当时即是持续了 好几个月再来找我、我呢 是用个疗剂是帮他化解了的、如果在个急性发生的时候呢可以这么说呢几分钟就见效了、一服几分钟就即刻见效但这件事呢即是我们讲没用的我希望大家呢是有机会呢是即是享受到一下得益从那个同类疗法的疗剂是得益到所以我们呢是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情况呢是教你们 ,ok? 那当然啦最好身体身上家、或者公司
常備有呢啲咁嘅療劑，或者自己嘅公民袋啊，自己嗰個經常用嘅咩個袋咧，有呢啲幾隻咁簡單嘅療劑喺度。咁、我到時咧係急切時可以即刻用嘅、啊，所以可好快嘅，啊嗰、那個效果係好快嘅。OK， 咁、又當然啦，如果你遇到一啲問題咧，係重複性好嚴重嘅，咁你自己可能咧處理得唔到，或者處理咗嘅效果未足夠咧，咁就應該揾翻一個合資格嘅同療法醫生幫你整一個整體嘅體質嘅治療嘅。好啦，每個療劑同大家分享。第一，烏頭啊 ，Number One Aconite Napellus Monk's Hood， 突然嘅驚恐。恐惧或者情感的打击是突然出现的 ,ok? 他就非常之害怕会死，觉得他自己真的死的了，甚至预示我就快几时会死的了，是这种这样的惊恐，极度的那个焦虑，惊吓到之后呢就病低了、记住这些症状是突然出现的，极度烦躁不安，那种恐惧的袭击，非常之痛苦，心跳加速，剧烈的心悸，气都喘埋，面红或者面部即系苍白，咁仲有咧系强烈嘅渴望饮大量嘅冻水，咁呢个咧就系嗰个乌头嘅主要情形嚟嘅。好啦，第二个咧就生金车啦，我成日咁讲咧，生金车一定真喺度，乜嘢都冇咧，仲要身边一直带住个生金车。Anika Montana， 生金车嘅人咧，通常咧有问题咧都系想独自一个人。坚持话自己冇受伤，冇事冇事嘅。同埋咧，生金车嘅人咧系唔想俾人掂佢嘅。啊，尤其佢受咗伤啊，你走去摸下佢啊，或者想去检查佢个患处咧，佢系唔中意嘅。OK， 咁当然啦，生金车通常喺啲瘀伤啊、撞伤咗之后啊，咁或者身体任何地方咧有啲瘀伤啊、瘀痛嘅感觉。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系因为受惊，而感觉的身体呢好像冤冤雨雨、okay， 好像被人踏伤过呢，个疗剂就会是生金车了。Okay， 记住、好像被人踏伤了、这种的症状。无论什么环境可能是感冒都得的。Okay？ 感冒都可以用生金车的。记住同疗法一个是很多元化 的应用的。好了，另外一只就是新、Syndicum Album。症状是极度的焦虑啦。成日好担心健康嘅，成日疑怀疑呢个病，呢个东病西病，怕死 ，OK， 躁动不安，成日亦都惊住俾人打劫，往往咧就午后凌晨三点钟就瞓唔着觉，好冻啊，新嘅 arsenic 系怕冻嘅，当佢有痛咧，通常系一种灼痛，一种热嘅灼痛嘅，咁病情咧通常咧系午间到凌晨两点会变差 ，OK， 你记住佢整体嘅人咧。平时就很担心健康的 ，OK， 亦都怕死的 ，OK， 咁就系好躁动不安，很 restless 嘅，行嚟行去啊，即系紧张嘅时候咧，就唔会瞓喺张床度，系企喺咧行嚟行去，荡嚟荡去，呢种咁样嘅躁动不安，呢个系新嘅症状。另外一只黄素兴啊，Jasmine Yellow Jasmine，OK， 咁呢个主要症状咧系晕，头晕晕啦，昏昏欲睡啊。无精打采啊，个人迟迟顿顿啦，你觉得佢望女嘅眼咧，即系头耷耷，眼皮耷耷，全身咧就肌肉酸痛，同埋黄素兴咧好多时候咧用喺一啲协场嘅，即系要去某个地方要去表演啦，要做嘢唱歌啊或者演讲啦，咁佢咧就好惊好惊啊，协场咧系一个黄素兴可以应用嘅地方，因为惊吓啦、坏消息而或者忧虑咧而病低，听咗啲唔好嘢。而病咗令到佢因为惊吓协场咧就引起辐射死啦，要出场啦，突然之间咧急啦，急变啦呢种咁样系黄素兴嘅症状。咁想成日想瞓低一个人个晕晕沌沌，同埋咧就佢记住系唔口渴嘅呢个咧就同嗰个 Aconite 咧有啲唔同嘅。Aconite 咧中意饮大量嘅冰水嘅新 Arsenicum 咧。中意飲水，暖暖水係嗒下嗒下嘅，佢唔會大啖大啖嘅。Arsenic Album 嗒下嗒下嘅，咁黃素興咧就 Simium 咧係唔口渴嘅。好啦，咁最後呢個療劑咧係曼陀羅啦，著蒙廉啦。咁著蒙廉嗰種感覺咧，嗰種境況咧，就當然好
好惊啦，好似觉得个人咧系处喺一个黑暗嘅森林，夜晚黑嘅有好多野兽喺周围嘅，嗰种心境系咁样。咁同埋咧夜晚黑咧就好似喺一个坟场嗰个环境啊。咁最大嘅恐惧咧就是、怕黑啊，最大的恐惧怕黑。咁细蚊仔咧就好多时候咧惊嗰时候咧就缠住人哋嘅啊，佢怕流水同埋嗰啲镜嗰啲反光嗰啲物体嘅。咁如果佢受到攻击或者挑剔嘅时候咧，佢通常咧就可能咧系出现愤怒或者暴力嘅。咁咩嘅令佢病情更加差咧？黑暗就会令佢更加差嘅。咁我曾经讲嗰个例子咧，系一个喺巴基斯坦遇到嗰个地震，咁佢被埋咗可能一两日啦吓。咁当然佢全活嘅。咁自此之后咧，长期出现呢种咁样嘅恐惧嘅症状，咁我就用咗呢个曼陀罗就医好咗佢嘅。咁好得意咧，佢好咗之后啦，冇见过一段时间好耐啦，跟住咧佢就介绍咗另外一个同乡嚟啦。咁佢嘅症状咧亦都系好相似喎，但佢当然咧佢唔系话因为地震被埋啊，咁但佢有呢个症状嘅。咁我攞咗佢资料之后咧，我都系用嗰个曼陀罗。OK。都是用翻嚟曼陀罗，咁即系呢两个 case 咧，都好快就医好嘅。通常咧好快嘅，你俾佢咧，佢一个礼拜已经知道得唔得。虽然佢咧就惊咗成可能几年嘅，咁所以咧喺同佢疗法咧，系真系一个咁好嘅医疗咧，咁好嘅医疗工具咧，二百几十年啦。但我哋中国人咧，识得用嘅人真系好少，好可惜。咁希望咧，我哋咧可以将呢个局面可以扭转佢，令到大家咧。是可以呢是多啲从认识同埋疗法，从中呢是用同埋疗法嘅疗剂呢改善大家嘅健康嘅。咁即係再讲剂啦，呢啲疗剂呢其实呢是通常常用呢五十几隻，再多啲一百几隻，基本上呢你一生所遇嘅问题呢基本上呢几隻都得。咁疗剂嘅嘢呢，如果你有一套嘅疗剂即係屋企，记住呢啲疗剂唔会过期嘅。到你死嗰日咧，佢都仲系可以用嘅。咁所以咧，呢个就我哋希望咧，我哋可以能够将呢个同佢疗法嘅广传，俾多啲人受惠。是啊，我哋都好多谢咧，好感谢阿袁医生咧，将佢嗰个嘅临床嘅经验啊，佢嘅学识咧，都喺度无私咁样样咧，喺我哋呢个空气之中啦，系喺我哋呢个网堂上边咧，就系咧分享俾大家去认识嘅。咁永远咧，即系一啲可能咧，大家望落去咧，觉得好似都唔系好重要噶一啲嘅问题之下咧，咁可能忽略咗嗰个咧系一个治疗嘅时间啊嘅时候咧，而跟住之后引起咧好多嘅。后遗症先至发觉到，原来嗰个原先嗰个情况咧系冇好地嘅处理好啦。咁咧，所以我哋永远都系讲紧咧，常备嗰啲疗剂喺度咧，遇到问题嘅时候可以及早治疗，咁咧就可以咧跟真真正正咧有一个快乐嘅人生噶啦。OK， 咁多谢阿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关于啲疗剂啊或者其他健康嘅产品嘅咧，请同我哋嘅六创意健康店联络，电话号码系28824848。喺海外嘅听众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余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